庄子涵到左侧给解牛，两人包夹解牛，两人包夹解牛，解牛自己打不了，最后一秒钟庄子涵。最后一秒钟，张子恒！哇！漂亮！漂亮！我的天哪！哇！张子恒！子涵投出去球在空中，我一直盯着那个球，我感觉那个球没有怎么转，我说这球怎么没转呢？结果。夸空心如网，哇！我们所有人都特别惊，子涵这个三分太牛了。给到雪牛，出来，网开，哎呦！张子涵抓住机会，上篮命中，非常聪明，及时判断了自己该做的事情。哦，不能，打。出来！张子涵超越吗？哎呦！Crewman，Let's go！哦，胆子很大。可是他不会乱投，他就是非常冷静的用脑子去打球。那接下来我们的 CBA 代表团还有虎扑媒体团也共同评选出了2019年度我要打篮球总决赛 MVP 球员，就是张子涵，恭喜张子涵。